团体5566出身的男星孙协志，跨足歌坛主持等全方位领域，与小十岁的女星夏雨桐交往4年多，但双方始终以好朋友相称。没想到近日孙协志透露自己遭到狗仔跟拍，让他无奈发文叹别再跟了，就是遛狗而已啦。孙协志与夏雨桐交往期间，多次被拍到遛着女方爱犬妮妮的画面，没想到近日他再度被拍，让孙协志在脸书上发文吐苦水，透露狗仔还特地赶绕一圈停在路口上，就为了要确认拍到正面进家门。他无奈表示，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组同样的照片吧，直言根本是狗狗成长记录。女星方佑馨则留言，可以请他们把照片寄给你吗，帮妮妮做成长相片书，令他笑回哈哈哈哈，好正向。网友则幽默回应，好处就是如果你忽然肚子痛想上厕所，可以叫他们帮忙看着你的狗狗。还有人建议下次牵不同的狗，看他们会不会发现。调出孙协志亲回，快被你笑死。